哦，你这是老给我了，干什么？看不懂的。我感觉带征服者的话，这把对面其实要拉扯我的话，还挺好拉扯的。 有点像龙骑，说实话，真的很像龙骑。主播还是玩家的话，应该还是会带，要不带红色的，要不带那个风暴狙。我对这个，要不要去翻机啊？ 前作鞋子很多的吧，对于起这个装备来讲，而且这个装备本身就，这个装备你得出，就是你要做的狂风要很长漫长的时间，所以说你点一个经济上的。 主要是过来也没用啊！你他妈抬也，抬也被别人打断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有个毛用啊！我们唯一的控制键就是这个瑞尔。我们后续就没。 没那种东西技能，我攻速鞋。他们要回去做装备嘛？我怎么感觉他们的这个处理不太好？不要跟别人去比，比赛是比赛，不是论。 要去翻金了，这个打完要去翻金，这波线打完我就去翻金。开始，开始翻金，翻进去。哦，没有。 他先来打，队伍赶走了。腿慢了，但现在我这腿快了，但腿慢你好了，腿慢你刚好叠得好。先给队友点信号，如果这队友来不了，就无所谓。 就说他没杀嘛，就说他没杀，不要跟我说那么多，就说他没杀。下步线死亡就可以了，那个可以说还要下步线是炮手，下步线。
不要管了，你都不要理他。其实他们这样，他们其实下路没拿的怎么优势？主要就是那个推线。给他打，就是给他打。推线比，他们其实正常的去补刀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知道吧？我就不想走了，来把我杀了，快点！不杀我好气。哎，老子炮折掉了。 什么人啊？再来！把线上去！操他妈都是老年人杀线，差点他妈死亡杀线！哎，毙了毙了，人呢？好！哎，还干什么？我操！我心人啊！给你吃，给你吃，你直接中我！ 凭什么呀？我们穿行于纷乱中，光和影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哎，我让皮都只给他吃完了，这皮我就吃了两层吧，吃了一个第一层，然后还有一个一血，妈就吃了两层。我在打单子啊，我操，我也不想输，在打单子还得尽量素质好一点。 老牛啊！干什么？我以为这梦魇会飞上，他妈他飞五啊！ 他没死，倒是他还要了。我他妈，轮子你都敢飞呀！我操，你真不怕死？我求着不走，你赶紧飞到我身上来，给我续轮子。
我操，什么身份？辅助只能做破防者。我操，给他吓的。斜角 Q。看到没有，都是这种辅助，你还敢去打 AD 吗？我就问你，你还敢去打 AD 吗？不灭疾跑，破防者是人，你还敢去打 AD 吗？回答我。也有小兵，这把还有。干嘛啊你？这把老子妈的三收集者